我只要问马云，我们到我们小宝贝的旁边。小心老师在后面，对，小朋友跟家长在同一个位置哦，同一个位置，同一个位置。好，老师，我们中班老师接在我们大班的后面哦，中班的老师，麻烦你接在我们大班的后面。小朋友，请你跟爸爸妈妈面对面，面对面。我们的小杨老师，何心意，找一个班级接在他后面。何心意在哪里？没关系，那我们可以接弟弟妹妹的，好，接弟弟妹妹的。我们后面这边中分钟接老师，麻烦你过来一点，好，过来一点，你接这里，接这里，对，接过来，对，接在这边，接在后面。好，先签好，我们要确实看见小宝贝面前有没有一位宝贝或者是他。我们手机、包包都可以先收起来了哈。我们把这个十分钟就好好的享受一下，不用急着照相，不用急着照相。待会呢，一人给你一颗超级大的糖果哦。这个糖果呢，麻烦爸爸妈妈从第一个帮我们传到最后一个，再传到前面来。待会怎么传呢？我请我们老师示范一下啊。球球放在地上，好，从下面先补过去哦。啊，运动，对，补过去。好，小朋友，请你跟宝宝们一起把它往后推，好不好？啊，这边，好，先推过去，推推，啊，推过去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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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推过去，推，推过去，推，推，推，手肘过一下，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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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手推，用手推，好，推到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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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其他班级先不要动啊，其他班级先不要动。推到最后面之后呢，再请你推到前面来。宝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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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快再推到前面来喽！加油，推推推推推推推！大二班的老师，大二班，老师麻烦你到前面来一下下，我们拿一颗球球。好，回到前面之后，麻烦第一个妈咪就举手，我就知道了。今天呢，获胜的哪一个班级，我们就先把礼物送给你，好不好？好像没什么声音，好不好？来，小朋友准备好了吗？爸爸。